个很像我们那个蚕宝宝什么节俭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很热不是？你就摇摇看，摇摇看。哎，你们听到声音？你听到？你听到？来蹦下来一点。听到声音吗？可以打开看一下吗？我晚上就可以不是。哦哦，你有看过蚕宝宝还是什么？蛾啊，还是什么的，这蝴蝶这种毛毛虫啊，节俭以后里面的样子吗？你长这个样子，倒出来以后，这是什么？이거는아그누에가누에애벌레가번데기를변하면서벗은허물妈妈已经在帮我煮这个蚕蛹了，我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水都已经滚了，量非常的大，水非常的少，而且都已经爆浆了，啊！世界第一条。有一种东西啊，低等不管去非洲还是东南亚，还是一些比较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常常在吃那种东西，你没有想错，那就叫虫。但想不到这一次来到韩国，既然这么现代化的国家也在吃虫，你有没有搞错啊？这边你也在吃虫，到底是吃什么虫？而且利用这种虫让他们为之疯狂，非常的喜爱。咦，这真的是不知道哎，我从来不知道韩国人既然喜欢吃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虫让他们为之疯狂呢？就让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虫。没错，和你听到的反应一样，想不到印象中现代的韩国人竟然也爱吃虫，而且他们甚至吃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据说还有人专门研究要怎么吃才够味。天哪，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韩国不是有很多像是泡菜这种好吃的通缉吗？为什么他们还要吃虫呢？而且究竟是什么虫让他们这么爱？我们现在呢，在老板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蚕宝宝，有没有看到？好可爱哦，有没有勾起你以前小时候的回忆？但是另外两盒就不一样，看到了没有？这个什么品种啊？老板，怎么会这两个蚕宝宝颜色是这样子的？啊，두 개는 원래 흰색인데요，이 흰색에 이 칼라 두 개 그 염색에 그 뿌려주게 되면은 두 개 몸 색깔이 이렇게 변해요。那像这样子的话，他们如果已经改变成这个颜色以后，他们吐出来的茧啊，以后变成蛾啊，以后颜色会有影响吗？啊，对，因为배설물색깔도그색깔이나고요。等于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了这个颜色。他从此以后，他如果变这个颜色，他就是这个颜色；变这个颜色，他以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特别哦。虾米啊，韩国人爱吃蚕宝宝。大哥，你有没有搞错？怎么会有人爱吃这种东西呢？而且你还特地帮他们做基因研发，难道你打算研究出草莓口味还是抹茶口味的蚕宝宝来吃吗？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东西我最好是敢吃得下去啊。这个是，这个很像我们那个蚕宝宝什么节俭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很热不是？你就摇摇看，摇摇看。你们听到声音？你听到？来蹦下来一点。听得到声音吗？可以打开看一下吗？我晚上就可以不是。你有看过蚕宝宝还是什么蛾啊，还是什么的蝴蝶这种毛毛虫啊，节俭以后里面的样子吗？你长这个样子，倒出来以后，这是什么？이거는아그누에가누에애벌레가번데기로변하면서벗은허물。大哥说，韩国人最爱吃的其实就是化成蛹的蚕宝宝。他光是卖这些蚕蛹到外地去，就足以让他的荷包满了。说，而且不止这样，据说他还特地多盖几间厂房，里面所有的冷冻库都是拿来冰蚕蛹的。我的天哪，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啊，바로이번데기입니다。就这个？네。冰的。这是冰的，为什么是冰的？啊，지금은누에치는계절이아니기때문에지금냉동상태로보관할수밖에없어요。我只听过冷冻保存蔬果、保存牛肉、羊肉，那是因为我们喜欢吃，我们餐餐会吃到。结果想不到连虫它都用冷冻的保存，太夸张了！有没有这么喜欢吃它？那为什么韩国人喜欢吃这种蛹？그불포화지방산이많아서다이어트에굉장히좋아요。
因为它卡路里低，把它拿来当减肥食物。嘿，如果今天开了一个减肥餐，然后里面有虫，你要不要吃？这个倒是蛮特别的。陈陈，你这个你现在里面这两个冷冻库里面全部放的都是这个蛹啊？就冷冻柜嘛，关这个都是。里面都是，所以我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啊，那啊，看一下冰箱，整个冰箱里面都藏蛹。哦哦，我好冷哦。快看！哦，好多哦，都还有真空包装哎，这太夸张了吧！有没有看到真空包装哎？想不到这蚕蛹竟然是人间美味来的。小刚，我实在是想不透，到底这蚕宝宝的魅力在哪里？韩国人又是怎么料理这些蚕呢？妈妈已经在帮我煮这个蚕蛹了，我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水都已经滚了。量非常的大，水非常的少，而且都已经爆浆了。啊，你看现在这样子啊，就已经有那个香味了，有一点点那个蒜头，然后还有那个葱的香味，就整个都煮出来了。哦，还蛮香的。不要看，这样子真的还蛮香的，像在煮有那个汤还是什么蛋花汤的味道。那就好。哎呦。아진짜이렇게많이하나씩집어먹으면맛이없으니까많이한번에이거이거吃的不好吃，你好几个一起叫一起。一个一个吃不好吃，要好几个一起吃。先吃一个再说。好，好来啊、哦！不要担心，这是煮过的，生虫都吃过，这怕什么？有看到？这样大一个，这样就可以这样吃了吗？这个味道口感很特别，我先咬一点给你们看里面。有没有看到里面黄黄的，它里面有那种爆浆的口感，它吃起来有一点点那个花椰菜还没有完全煮熟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菜的味道。根据小刚我吃遍天下所有虫的经验来看，这蚕蛹吃起来的确比较没有恶心的虫味，反倒有种花椰菜的鲜甜，搭配上酱料的调味，难怪会成为韩国人的人气商品。大姐说蚕宝宝的魅力不止如此，据说还有个独家配方，绝对是爱美女性护肤的最佳保养品哦。원래이게누의집인데요피부에가문지르면피부가되게좋아지니까맛이한번없어我知道的啦，像这样的蚕茧啊，一般我们都是拿来抽它的丝做衣服，可他说这个有特别效果，什么特别效果？이게사람피부하고가장같은성분이사람피부하고가장이게비슷한거예요이게可以美白去角质，所以这个是怎么用？就像手插着，然后这样擦。살살문지르면되는데慢慢擦就可以了。慢慢擦就可以了。泡在水里面，然后这个就直接可以慢慢擦。哇，这个纤维倒是真的蛮多的。这样子擦，现在这样撸起来啊，还蛮舒服的。它不像我们平常在用那些去角质的那个什么磨砂膏或是那个纸巾啊，这样擦的时候会有那种粗粗的感觉。有脏的哎。对，撸出来脏脏的。厉害了吧？印象中我只知道蚕丝可以拿来做衣服和棉被，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韩国人竟然研发成去角质兼美白的保养品，因为成分纯天然，所以大可放心喽，绝对没有副作用的。喜欢吗？